哟吼，今天来分享不一样的。今天是运动内衣啦，我很多运动衣物都是从国外买的。这一个我要特别讲，是因为这是台湾的品牌，台湾买得到的，所以就是很方便。说真的，我就是国外买很多运动衣物，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人家就会一直想问你说哪里买，但是就是购买真的是不是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呢，接触到这个的时候，这家叫玛丽菲斯，中文我写在这，英文就是这个，有吗？这件我觉得就是它看起来效果非常的好，那事实上它效果也是很不错，它真的是比较深 V 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也没有 V 到，就是很过分，它就是整个有托起来的感觉。黑色嘛，其实下半身搭什么都非常好看。这一家它本身下半身的那个裤子其实就非常的厉害，随性搭就是无论怎样的下半身其实就是非常好搭，非常好看啊，运动起来整个心情也会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件呢，它属于比较中高腰，它包到的地方就是这边会被挤出肉的那种感觉，但这件它其实是你会觉得它让你塑得非常的好，穿上去就觉得、我怎么整个身材的那种身形感线条感变得更好。一开始真的会觉得好像完全穿不上去，但是一穿上去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舒服，舒服到就觉得刚有这么难穿吗的那种感觉。那总之穿上去会整个觉得就是很雕塑的感觉，那个肉整个就是会被它包起来，然后而且是包覆的非常舒服的那一种。为什么我会非常的兴奋，然后觉得很好看，就是因为大理石纹路就是我一直在找一直想要的啊，没想到就是台湾就有，而且黑白色都有，我整个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就是黑色白色我就都要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啊。我们来看里面好了，里面它是透气，然后但是它是有那个罩杯的形状，但是它并没有钢圈哦，它是软的，弹性很好，就是整个，而且它是真的它材质好那种，不会说就是穿一下好像两三次然后动一动然后就觉得好像要松掉，好像松紧度不够，就是那种安心感，然后又觉得它穿起来就是很好看，然后就是穿去运动那个自信感就加倍。总之这家的三款我都觉得非常好看，这三件我一定要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就是运动内衣还是真的有差，毕竟它是为了运动而出的，然后加上它的吸湿排汗感，还有它整个就是运动完的那种舒畅感，就是你身上穿的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，那你用过之后你穿过之后你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真的为什么这种东西叫做运动内衣。因为我穿一般的就是如果说材质也不是这么好的，或者是只是为了好看而已的那一种的话，因为像我皮肤很敏感，我穿了之后很容易就会起疹子，至少这一点我就觉得差非常的多。这家真的可以去逛看看好不好，这样哦，拜。Dun dun dun.